白果啊，譬如話係杞子啊、荞麦啊、洋葱啊，就西芹啊，都有一種天然嘅成分咧，叫做五羟黃酮。呢、這個五羟黃酮咧就可以令到啲胃癌細胞咧係會致滅嘅。嗱，以一隻洋葱嚟計咧，一隻普普通通嘅洋葱咧，就你食曬佢咧，就有20mg 嘅毫克嘅五羟黃酮啦。咁你可以將洋葱煲湯，你飲曬煲湯，甜渣都食埋，都係20mg。你揾啲洋葱切成一圈圈，我哋夾麵包，又係20mg。咁要食一日要食幾多？依、這個五羣黃酮先至有保健嘅作用咧。咁譬如話食500mg 嘅洋葱素啦，或者叫五羣黃酮啦。咁500mg 即係你要食25個洋葱嘅咯喎。唔係好多人一日可以食到25個洋葱喎。咁依個亦都話俾我哋聽咧，就係、是、你唔可以話洋葱冇用，但要去到保健嘅成分、抗癌嘅成分咧，你就算食曬一隻洋葱嘅成分都唔係咁多嘅啫。